刚从大门出来，出来之后呢就是一个马路，先是一个小广场，然后过了广场那边就是马路了，这边就是城堡的外面这个城墙。你看里面它这块呢是木质结构的，外面看还是个砖石结构的啊，就是说迷惑敌人啊。这边呢还有一个层楼啊，这个城楼的作用其实我不是很明白，就是从这个防守的角度来讲，它应该是个前沿哨所啊，或者说是起到一个哨岗的作用啊，因为这通过这条路呢可以进入到这个城门啊。这面也有城楼，然后这面就是这个 Clock 的新城了。其实新城也很老，但是呢相对来说新一点。这边是叫马路，我现在就进前面那个城楼那个哨卡那个地方去看一看啊，好像里面也是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不过去太可惜了哈。这个美女在打电话啊，这边是一个这个防守也是非常高端的。你看这有一条护城河，其实你看到吗，虽然河水干了，但是这个起到一个防护的作用，这也是非常大的一个碉堡，比我想象的要大。可以看到里面看这里面也是非常的大呀，应有尽有。这上面也是防护的，这面是两个门啊，可以通到上面，很有意思这个地方。